我们答应你。对了，那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啊？我女朋友是蓝色的皮肤，她可美了。嗨，蓝色的皮肤啊，我知道是谁。啊，你这么快就想到是谁了？那是当然，蓝色皮肤的奥特曼本身就不多见。迪迦奥特曼、赛罗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，哎，找到了。啊，索拉奥特曼。没错，就是索拉奥特曼。德塔，你要找的女朋友是不是索拉呀？哎呀，你找的这是什么鬼？本大爷可饶不了你们。好好，我们一定给你找到。是啊是啊，那你女朋友除了蓝色的皮肤还有其他特征吗？我女朋友长着脚，她的脚也很可爱。蓝色皮肤还长着脚，哦，你女朋友是她呀。她？你想到了谁？你们先别急，我把她找出来。铺马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哎，找到了。德凯，你女朋友是不是格力乔奥特曼？哎呀，不是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什么？还不是？哎呀，德凯的女朋友怎么可能是格力乔？虽然格力乔有脚，但是她的皮肤是橙色的呀。没错，而且格力乔是赛罗的女朋友，怎么可能是德凯的呢？就是，你怎么给我吓走呀？哎，德凯，你快住手呀！别打了，我们继续给你找不就行了吗？那好吧，这一次我就饶了小小。要是再没找到我女朋友，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行行行，这一次我们一定找到你女朋友。那你女朋友除了蓝色的皮肤还有一个脚，还有别的特征吗？别的特征？哎，她的能量灯跟我一样是歪的。歪的能量灯？啊，哪个奥特曼能量灯是歪的呀？歪的能量灯，哎，不就是那个喜欢比拇指说 nice 的奥特曼吗？比 nice？ 你说的是哪个奥特曼呀？哎呀，等我找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赫尔贝诺斯、泽塔奥特曼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布鲁奥特曼，嘿，找到了。啊，纳伊斯奥特曼。没错，你们看他的能量灯不就是歪的？嗯，虽然他的能量灯是歪的，但是纳伊斯是男的呀。豆豆说的没错，男生怎么可能是德凯的女朋友呢？哎呀，